延续前一堂课那两个超简单的和弦，今天来讲一个简单的节奏。我先教各位算一下拍子，你在心里面啊，或者是嘴巴念出来也可以。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接下来按一个 C 和弦，这个 C 和弦你可以用食指跟中指来按，或者是用中指跟无名指来按都可以。例如我现在用中指跟无名指按 C 和弦，这个简易的 C 和弦是无名指按住第六弦的第三格，中指按住第四弦的第二格，拇指同时拨第五弦跟第四弦，听起来是这样。如果你的吉他音已经调准了，听起来应该是跟我这个声音差不多的。现在我们回到刚刚的 one two three four 那个一二三四的数拍子，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即使我现在已经没在念 one two three four 了，但是心里面你还是要有这个 one two three four 的循环的感觉。好，先看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Three, four. 现在我要把这个和弦弹在 one 的时候 ，one, two, three, four， 以及 two 跟 four 之间，所以是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one.你有可能会弹错，但是不管你弹错，或者是你的手发生了什么样子的失误，尽量的维持刚刚那个 one two three four 在你心里面的规律。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手可以错，但心里面的那个规律不要错。第二拍跟第三拍之间的那个声音不太好记，所以你可以换个方式来强化那个时间点的存在感。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你可以用一样的拍子来弹 D minor 这个和弦。它的按法是这样子，你的无名指在第五弦的第五格，食指在第四弦的第三格。Hello，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 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我们现在试试看 C 和弦弹两次，然后 D minor 弹两次，是这样。这样一直循环，把它练到背起来为止。我们有一首歌要为这个手法是为了一首歌而准备的。这首歌是 Eagles 的《The Best of My Love》，你可以先听听看这首歌，然后我会教你怎么样把这个手法应用在这首歌里面。